宝石就从石头里面找出来了，所以石头很珍贵，所以要小心对每一块石头。万一那个石头里面有块宝石呢？那山里的石头很珍贵啊，城里的石头也很珍贵啊，但是是用我们分别了它们。所有的石头亿万年以来就在那里，但是建了城市之后，哦，石头就变城市的石头了。只是这个地方我们山里的还没有建城市。所以其实是我们的分别念创造了这个标签，一个是城市的石头，一个是山里的石头。石头本质没有改变，但是好的石头，如果你碰见好的石头的话，里面会有宝石。城里的石头也有可能有。所有的宝石都是石头来的呀。其实就是说，宝石这个是要看什么样的概念的前提下面，市场流通里面就越贵那就宝石。个人角度就是要长得好，我喜欢的。个人投射的东西，任何东西都可能是宝石。比如以前我们去，行走的时候，去山里面见到一块石头，那个石头可能是，一个是在当下我在走的过程里面心境，刚好遇见它，同时呢，它又那个要么又是我刚好喜欢的，投射了我的一个对象，我就认为它很珍贵，我拿回家放在我们家的最重要的地方，它在它那个时候待遇相当于普通人认为的钻石宝石。